女人的内衣是大肚婆用的那种还是怎么样？没有分别的。我看了好像不是那种的。是什么样子的？哎，是什么样子的？是一个性感的那种安慰内衣。哎，哦，有没有第一天那个女的？她不会是因为，哇，喂，还赚不到钱，还把钱花来买这些东西给他，但是我觉得，哎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也太花血本了吧！拜托，现在自己老婆大着肚子，他又在外面会小情人，这也就算了，竟然还买这个内衣这么轻的东西给这个女人，我觉得这个男人太无可救药了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听过，就委托人不是说他拿钱拿的，不整齐，而且那天那个女的感觉还蛮有钱，他会不会花小钱这样办？所以，哎，出来，哎，我们大家都一起跟一下吧，是有点问题哦。性感内衣？不会吧？贵夫人周小姐这个时候，别说体型和性感内衣不搭调，就是时间也不对哟。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内衣是买给别人的。林先生啊，林先生，叫我们说你什么好呢？自己的外快还没赚来，反而学会搭钱给别人了，真是好的不学，学坏的哦。哎，他到这个地方什么地方？旁边还是个酒店哦。哎，阿刚阿刚，你跟进去看一下吧，看看能不能拍摄画面出来。但是有没有人？跟过去。哎，画面过来了吗？现在看到你们的画面了。哎，这个女人不就是那天我们看到那个女人吗？对，但是酒吧。对，天文台进教堂，你看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很熟悉这个地方。你没有发现这个女人的气质？我说句老实话，好像还蛮有钱，蛮富态的。嗯哼，你看旁边的服务员，你看不认识她。哎，但是哎，有个奇怪的地方，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坐下来好像没有点什么东西，一直在聊天。哎，而且这个女的，哎，不在这里工作的吧？我知道了，上他那里啊。我知道了。如果上他那里不是上他家的话，应该是上他工作的地方，可能上酒吧是做什么经理，或者是他。我知道了，天文台肯定是小林在他这个女人这个酒吧唱歌，然后现在酒吧老板看上他了，他已经不需要每一天都唱歌了，他只是被这个老板包起来而已啊。那有问题啊，那为什么那天会有人打他？那很简单啊，老板娘的老公知道了吗？就打他喽。那么他为什么？哎，这有道理，这有道理。所以他不跟委托人说他在哪个酒吧唱歌，怕委托人过来看他，看到他跟老板娘之间的关系。没错，其实他可能也是真心的想要为老婆好，就是说，就算被包养也是几个月的事情，他想只是想把孩子顺利生下来。哎，现在您先生一个人走到哪里去啊？更衣室。哎，真的在这里唱歌啊？都说的啦，刚才就跟你讲，他可能是有时来有时不来嘛，这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因为反正酒吧的老板看上他，就是他的人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他有什么所谓？阿康，哎，怎么他进去了半小时还没有出来？你看是什么状况？不可能啊，我们刚一直在这里看着。对啊，什么不见了？不会吧，这么多双眼睛眼睁睁的盯着，就让他空气蒸发一样不见了。天文台和 Candy 正在自责两个人光顾评论而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阿康忽然说有新发现哦。那么我们有个重要的看见，你看一下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转正好了。哎，小林，其实也真的是想回家，知道吗？想要这个宝宝生出来就有更加的财产。哇，哎，前两天这几个人在干嘛？